金头巴脑引发的一场血案。金头巴脑好吃啊！连汤都吃黑了。金头巴脑啊！金头巴呀，怎么怎么？铁棍呐，铁棍都给你硬了。连汤都黑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金头巴脑好吃吗？懂了吗？啥？金头巴脑好吃？还想说啥？别说，我看着金头巴脑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不用说那么多了，我知道好吃，我也爱吃。好来，他们小孩吃金头巴脑。早抽工就能吃金头巴脑，没有，那最后一口就一只，一口就一只。昨晚那么晚要吃个饭，今早一早一大早过来跳广场舞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跳舞。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呀。那天我反应那么大是因为啥呢？因为我晚上不吃晚饭嘛，对吧？然后那天他们又早出工，他们去吃了那个晚饭，吃的还是金头巴脑，我就心生妒忌，你知道吗？恰好他们又碰见了你。你们大半夜不明天早出工，你们不睡觉，你们吃金头巴脑。行，那下次我们吃的时候就是静音吃，不会让你知道。